怎么飞起来？空白键按住吗？啊！我飞起来了，我会飞！你要不要降落看看？不然你就下不来了。我不打他。降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要飞回家喽！此伺服器没有启用飞行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呦，我还在啊！没有启用飞行，我还在啊！飞机哦！啊啊！你有？你炸鹰马哎！对不起啊，我在打怪没看到他。有？干嘛？你为什么整个人坠毁了？等一下啦，他整个一直射我的鹰马，我回家一趟哦。去吧，哇，我是不是挂了？我要飞飞喽！有冰龙啊！你要不要咬死？等一下哦。你可以停你吗？你可以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吗？真的吗？你要先打冰龙吗？啊，那只大龙怎么办？坐标屁啊，可能要先记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冰龙坐标打下好。冰龙坐标我先打。看到家了，等一下，骑鹰马应该没有像直升机那么难吧？有了，回来了 ，yes 啊！所以我只要让他在家里趴下就好了吗？应该吧，理论上。我主要龙，然后那个你要打怪是不是？我从这边应该比较好瞄怪、欸。我看到超多怪的、欸，可是我看不到龙、啊。好，那所以兔子要在上面猎龙哈。我在这里，在上面打龙啊。好，那我冲出去了、啊。你完蛋了。不会，我可以的。他动了，他动了。他动了。有，我冻住他了。有吗？有吗？喝药水，喝药水。有，我喝了才冲的。你有办法再动他吗？有，他现在冻住啊，他现在冻住啊。你小心哦、喔，因为我在上面支援。好，可是我怕他等一下那个，快点，他没有，他要飞哦，差一点。有，我冻住他，我持续冻住他，死了。死了吗？什么？有什么？巨魔的锤子。巨魔的锤子。巨魔北西有。你是巨魔、哦？你妈才巨魔、啊。好酷哦，我们又打死了。你看那个墙边有个巨魔、啊。那、啊、所以要拿鳞片吗？那我先把那个火先吸掉好了，免得。好大只哦！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开拿吗？我想要看灭火，它到底有多大？灭火好啊！等一下，就是要空手点右键，还是拿瓶子对它点右键啊？哦，有巨魔，你说这一只哦，巨魔，那个叫三怪没？没看过三怪哦。原来有三怪。有人说空手右键吗？空手右键。所以我们要又要拿东西吗？看能不能拿鳞片吧，快拿吧，不然它等一下肉就不见了、欸。不然拿它复活。我东西好多、哦。有了，点到了。我拿到龙鳞呢，19个龙鳞。好多，可以哦。欸，旁边火先灭一灭。如果说有弹的话，是会怎么样的形式出现？对啊，不知道怎么样会有弹欸。啊，还是没有弹哦。有人说这只算小的欸。原来它不是最大的吗？欸，你不是有龙头吗？你有拿到龙头吗？有啊，龙头我刚好看它掉，可是不知道在谁那边。啊，我这边它是成长四，它只有四阶而已。那我们接着要去看冰龙吗？哈哈。好啊。对，这个巨魔棒棒怎么玩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对吼，我要玩，好大，哎呦，好大一只，哎、欸，你也下面也凸太大一只出来了吧？右键看看，没用，还是我要拿盾牌拿掉，没用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华师这里有交易鱼叉的，我也要看，用生鱼去换，对，用生鱼换蓝宝石，蓝宝石再换鱼叉，这个，哇，好贵，我看一下，放开，四个绿宝石就可以了，哎、欸，只要钓20只鱼就好，那么简单，自在，哎、欸，冰龙来了，救命啊！从我背后来、欸，哎，这个狡猾的，他要被吃了。等一下，我在对抗他。你要被吃？等一下，他撞我就要弄。哎、欸，这只是打的，等一下，他被龙冻结，所以你死掉了。可以传送我一下吗？可以传送我一下吗？我刚看到他往这边跑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有，还在，有。好，我来。干嘛？我拿雪球救他。你是龙吗？哦，我是龙。不然他看起来像无敌铁金刚，是不是？我刚看以为是虫子。哎，我拿冰龙打他，冰龙刀打他会不会有狗头啊？好遥远哦！他家好酷哦！他飞得越飞越远嘞，然后开始哇！他会射极动光线。你们才极动光线呢？他会下来吗？我先动他，冻不住，冻不住啊！人家冰龙嘿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
啊，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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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居然，忍住，忍住，先拿，你们要拿龙鳞吗？我想做冰龙装，哎，还是你们要装龙血？你们要装也可以，赶快装。这边你走开，你屁股大了。我觉得这一只的颜色很帅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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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三十个龙鳞哎，好多哦。哎，地上这是什么心脏吗？龙心，冰龙心吧。我要穿冰龙装了哦。哇，要自己穿了。我刚是不是有让你穿过别的啦？我可以站在隔壁对比。就我是废物啊！你不是废物，你不是废物，我这边还有鳞片，你要吗？好大一颗哦！我帮，先生，等一下啦，等屁孩也做出来了，我帮他做啦。哦，所以你们可以做两套。我这边应该可以，我这边应该可以。啊，完了，不会吧？对不起，只够这样子。来，家里还有火龙的。不是，因为我要做裤子的时候，我才发现。冰龙的刚好剩六片，然后刚刚那只弟弟龙的也刚好剩六片，做不出一件裤子啊！家里还有啦。哎，你先穿半套啦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我知道，哎，你可以混搭哎。啊，你要先确认教官没有在附近哦。我帮你做混搭，我帮你做混搭。还有人不看他家哦？啊，开灯，开灯。东西很多。好了，哎，终于有龙装了。要，你可以提醒我一下吗？好啊，等一下我先把装备给屁孩。那你要不要把就是我们换下来那个海龙头盔？要，等一下可以捡回去。海龙头盔好啊，在哪里？是，我说你在哪里啊？等一下屁孩，等一下我在这里啊。我刚刚想说叫你把这些骨头拔回去拿回去的时候。啊，等一下再拿啦，他又不急，骨头又不会跑。哎，屁孩，你这样看起来蛮好看的、啊，我发现全身灰反的不好哎、欸，裤子是绿的反而有点。哎，这个鹰马好帅哦！天哪，你为什么要去打僵尸猪人？因为他跑过来啦、啊！我的鸡变大只了，吓死我了！一瞬间变大了、欸，哎，这也恶心，我这也恶心了！啊，心情差了，我要没命了！他被恶心了，他被恶心了，要死了啦！谁叫你要乱打鸡？啊，不然我们食物来源嘞，你就都不要吃。不是啊，我有要你的命，我有免包，把他赶走了，那边会恶心到了。好啦，对啊，北七哦，他还在恶心。不是、啊、我不是让他坐下了吗？坐下一样会恶心啊，北七的第一天玩游戏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哎、欸，快点啊！不是啊，等一下，你要先听我讲一件事啊。讲啊。我们不用玩了。这只鸡蛇兽不是我的、啊，不是我的、啊，刚射你那只不是我的、啊。阿爸，这只是谁的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问我，他又被恶心了。他不是小奈的吧？他又被恶心了。还是野生的、啊？怎么可能野生的啦？哎、欸，瑶，这两只哪一只是你的？应该是白色那一只啦。哦，是要空手对在右键是不是？白痴啊、欸！对，两只都是你的吧、欸？两只都我的、喔，我什么时候这么多鸡蛇兽啦？真棒哎、欸！不是啊，我觉得一定不是我的。他如果是我的，也一定是他们从那个鸡舍把他推来这边的。屁呀、啊！才没那么累啊！去开起来他的台看，好恐怖啊、喔！怎么办？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这一只，你们觉得这一只是我的吗？我觉得超恐怖的，救命啊！对啊，我是无辜的、啊，不要路边有小孩就觉得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快点啊！不是我的，右键没有反应。你空手啊？你确定吗？空手啦，真的不是我的，你看。各位观众，我是清白的。你没有按到哦。有啦。按吗？因为我也不是我的啊。难道是小奈吗？啊！是我的。抓到啦，小孩子你的。那是他的吗？白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印象，你知道吗？小孩是你的。没有印象。就是你的。我没有印象。抓到了，小孩就是你的，你完蛋了。受不了，就你。可以，我要求再上诉，滴血认亲。我跟你们讲，小奈的鸡蛇兽都乖乖的停在那个停机坪里面，而且他的鸡蛇兽大概四只有三只半，全部都变成龙骨了。不是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印象，我什么时候有丢这只鸡蛇兽进来的、啊？冲啊！他醒了，他醒了，北西也要被吃了。哎、欸。他烧起来了、欸，我觉得有那个、欸，有那个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打他会那个？有虚弱，虚弱一分钟怎么玩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虚弱、欸，哎，直接虚弱是不是？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